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梁啊。今天老梁来看一波精品五红小狗啊。现在叫老白白，把小狗抱出来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怎么样？要给你，这个小狗现在应该有20多天了吧？我拿出来看看啊，真正的虎头猫耳，耳朵又小，头又圆，嘴巴又大啊，胸脯也很宽的。我拿出来看看，来。哇，这个小公狗真漂亮，看看它的父亲吧，过来，大家对比一下，现在才24天的小狗啊，长大以后有没有机会啊像它的父亲一样威武霸气呢？大家看一下，哎，啊，这条就是刚才这条小公狗的母亲了，金钱尾巴的，很正宗啊，毛色很红。现在才20多天，让它长大一点点，老梁就过来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